原标题、老照片，这些晚清封疆大吏谁最霸气？晚清留下影像的官员很多，他们有身份、有地位，也有钱拍照。还有些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员很喜欢拍照。本文选取的十名高官中，你看谁最威风霸气？汉口道台和违建。1874年，汉口道台和违建戴着眼镜，身着胸带刺绣补子的冬季朝服，象挂朝珠，俄国摄影师阿道夫拍摄。在此之前，英国摄影师约翰·汤姆逊也为和大人拍过照片。1870年，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，李鸿章时年47岁。1870年，李鸿章接任他的老师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。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，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。讽刺的是，在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，列强最喜欢跟李鸿章谈判，甚至指定他前来谈判。1870年，两广总督李汉章，李鸿章的亲哥哥，李汉章也是晚清能臣，在湘军中扮演良才起家，先后担任湖南巡抚、浙江巡抚、湖广总督、四川总督、两广总督等，但其名气却远远没有李鸿章那么大。村夫袁世凯，1909年河南安阳被摄政王载沣解除官职的袁世凯，此刻他正在环上过着乡村野居般的生活。事实上，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政治的关注。他家里设了电报房，随时打听北京的消息。他的那些北洋系的同僚也常常向他请示记忆。1890年，云贵总督王文韶，王文韶是洋务大臣，主张加强采防，在兴修水利、开垦农田、兴办学校等方面有很多建树，奏设北洋大学堂、铁路官学堂、育才馆、俄文馆等等，为国家造就一批人才。1906年到1908年间，山西按察使丁宝全。这张照片是丁宝全送给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记者莫里寻的。担任按察使后，丁宝全升迁很快，1908年任山西省布政使，1909年11月任山西省巡抚，民国初期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。1915年后决议仕进，演圣公孔令仪。1904年屈父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孔令仪世袭衍圣公，他身旁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画像，英国人庄士敦所赠。孔令仪的主要功绩体现在教育上，他曾奉旨稽查山东学务，集资兴办学堂，闽浙总督崇善。1905年福州闽浙总督崇善字幼廷，满洲镶红旗人，时年74岁。他拥有福州将军、闽海关监督、船政大臣、福建盐政大臣等众多头衔，最重要的是尚书衔，说明他的品级是一品大员。两广总督瑞林，两广总督瑞林叶赫那拉氏，满洲正蓝旗人，与慈禧太后沾亲带故。约翰·汤姆逊拍摄，时间当在1868年到1869年之间，曾在防剿太平天国北伐军、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立下大功。在两广任职期间，大力剪除土匪、海盗。两江总督刘坤一，湘军宿将，因平定太平天国的军功获升迁。他是洋务派大臣，曾提出兴学育才、整顿朝政、兼采西伐等主张，多被清廷采纳。但他反对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，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